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Dan.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방탄소년단 登上热搜一位的理由。 4月18号， 韩国首尔大学儿童医院表示， 방탄소년단 为了生病的孩子与家庭捐赠了10亿韩币， 捐款将用于治疗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医疗费用。成谷也表示，希望能对正在经历痛苦的儿童们提供一点帮助，因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笑。一次10亿太大方了，我们成谷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。我孩子现在有病在身，在大型医院里生病的孩子们非常多，没钱治疗的孩子们也非常多，真的很感谢成谷，身为你的粉丝真的感到很荣幸。 所以，然后今天继去年年底捧他大个金，J-Hope也以陆军身份入伍了，希望金J-Hope在入伍期间都能健健康康，等你们回来。 下个消息是，有的新武成员野林与 BN 娱乐签订了专属合约。 4月17号， BN 娱乐正式宣布，很高兴能与拥有无限潜力的野林一同开展新的开始，公司会在野林的音乐以及其他活动上给予应援支持。而野林也在IG表示，我与 BN 娱乐一起合作了，希望会展现多样的活动，请大家期待。目前 BN 娱乐旗下有歌手以及鸟，总之希望野林能继续走花路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以苏曼离开 SM 3.0 计划正式开启后，首次推出的组合，这个组合就是 NCT 土街精。NCT 土街精是 NCT 的固定小分队，昨天公开了出道曲 Popium，MV 马上就登上了 YouTube 的热搜一位，歌曲气氛超好，跟三个人好相配，真的很像是为了他们三个人做的歌曲一样。SM 明明能这样做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做呢？真的太好了，反应不错，大家都去看一下 MV 吧。果然是以苏曼跟以苏曼蓝影的问题，一换人成绩就这么好。 所以 NCT 도재정 대박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韩国女歌手在美轮排行的累计播放排行榜，也就是在美轮排行播放次数最多的女歌手歌曲前10位，10位 Ailee。 9位 Heijin。 8位妈妈母，7位 BLACKPINK， 6位 Red Velvet， 5位 Taeyeon， 4位 Twice。 3位 다비치， 2位 볼빨간 사춘기， 2位 아이유，